嗨，各位，依旧是我，欢迎来到今天吃的超级大菜之水煮肉片，自己弄的，里面有午餐肉、肉片、鸭肠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素菜。话不多说，来先搞一口这个午餐肉，我看上这一块很久啊。很久没吃过的鸭肠面，我买了两斤鸭肠，两口就没了。每次吃火锅，我都要点这个午餐肉，我觉得它真的很好吃。